不错，果然是高手，居然扛到了现在。可惜你还是这么自以为是。你知不知道多少人恨得你牙痒痒？现在你得罪了大家，大难临头还不自知。哎呀，这位剑士好像认识你哦。小兄弟，如果你今天输给我， 那只能怪你骄勇无胜。你们都中计了，叶秋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一次一次让你逃脱吗？我就是要耗光你们的体力。你不是能打吗？来啊！你现在一点蓝都没有，一招都放不出来，和林杰有区别吗？ 先打你，再打这些阿猫阿狗。好啊，你尽管先动手试试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本少爷还没把你 PK 干嘛？愣着干嘛？快在这老大家来啊！哦哦，错了，你们怎么来的？走行程中呢。怎么样，老大？我厉不厉害？快夸夸我呗！很聪明。 你们呢？暴力突围。不，是合作愉快。前辈，我想再试一次。非常好。不是说好在城里等什么？我的字典里没有等，只有这儿。 你的180度横扫还挺好用。大神，2点钟方向20个身位格有一个盲点可以下线。好，大家撤退。 他们要跑，2点钟方向布防。会长，2点钟方向是我们的盲点。混蛋！小刀，不要恋战。我的长矛，我一定要亲自拿回。
来辛苦了，本次冒险。这人打团团转，陈彦辉，这就是你的办法呀！啊，天南海北的把我们搞到这里，七大公会所有的兄弟任由你调配。当初你拍着胸脯跟我们保证万无一失，现在呢？你怎么给我们解释啊？啊，陈彦辉，你对我们牺牲的兄弟怎么交代？各位会长，冷静一下。这真是个误会，我承认，今天是我陈叶辉考虑不周全，可我也没有想到半路会杀出个刘牧和媚光来啊，要不然他根本就杀不退第一圈包围。哎，就算。